下午的音乐要正式展开咯。今天我们真的非常高兴，有一个非常晴朗却舒适的好天气，所以我们在去年停办的一年草地音乐会之后，今年可以再度的复办。那也看到了社区相当多的民众，我们的家长小朋友一同来共享我们这一场音乐盛宴。内容包含了弦乐、管乐跟打击乐，非常的丰富哦，希望大家可以尽情的领赏。掌声谢谢子立小朋友为我们带来这么可爱俏皮又轻松的歌曲，带来这首好听的曲目，我们掌声欢迎他们。
好，掌声谢谢我们的一晨为我们在这么悠扬的午后哈带来这首歌曲。小女孩，她真的举得很快，举手来，你知道是几年级？三年级答对了，恭喜你。表现的真的非常精彩，我没有想掌声响起来。掌声，谢谢永信同学。掌声，谢谢三位同学，用心感谢。